后，陈威跟张莹经常有很亲密的互动，看着他们温馨互动，赵良心如刀割。当然，赵良的感受，张莹跟陈威是不会知道的。这一天，阿良，我们要去游泳，一起去吧。我不去。干嘛不去？走啦！一如以往，赵良只好被动地跟随。说是一起游泳，但陈威跟庄莹几乎都黏在一起。不知道阿威对阿莹是不是真心的？万一他们有一天分手，那我……没错，如果他们分手，赵良就会重拾机会。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想法？希望阿威永远都对阿莹那么好，只要看到阿莹开心，我就已经满足了。不管赵良的想法怎么样，他对张莹的暗恋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。几个月之后，阿良，我要跟阿威离开这里了。为什么？我们想到城市里打工存钱，准备结婚。你们真的要走？其实我们两个也舍不得你，说不定以后有缘，我们还有机会聚在一起。我祝你们两个前程似锦。我也希望你可以赶快找到女朋友，不用再一个人那么孤单。多谢。几天后，陈威跟庄莹就此离开。就这样走了，阿莹她一辈子都不会知道我喜欢她。之后的一两年，庄莹也会偶尔跟赵良写信联络，但是之后就音讯全无了。十多年之后，赵良辗转到了深圳打工，多年来他还是维持单身，因为他对张莹依然念念不忘。